今天饼店提前关门了，我姨姥爷还有姨姥我舅都来了。你订饭店了吗媳妇？现在过去啊，刚才剩的饼等我舅他们回来的时候装走。走吧。走啊小舅。这个是我亲舅啊，看我俩长得像不像。你这帽子正过来戴呀，这样似的长得不像好人似的。这个是我姨姥爷。还有个小舅在后边呢，姨姥。我小舅太瘦了啊，在韩国包活干他们。看韩国小年轻的都一对一对的啊，前面有个迪厅，没准去那玩去呢。我家亲戚有好多都在韩国，但是不怎么相聚啊，因为没有时间，太忙了。我说这话吧，也许只有在韩国在海外打工的人能理解啊。现在已经到饭店了，中国菜。俺这饭店人老多了，生意可好了。我小舅妈没来呢。你想吃啥媳妇？喝啥酒啊？不去白酒。老舅呢？别那个你妈还别不喝呀、啊、怎么整的？你看我老舅啊，和我妈长得像不像？阿妈、你跟我老舅差几岁？他比我小6岁。你给你老舅好好照照，让舅妈看看，我舅妈都舒服。是。你看我照照，让他说。我舅妈也天天看我手机。老舅，你有啥跟我舅妈说的吗？说呀。没有，天天说两句。在这里说不一样，表白一下啊。上菜了，见我老舅在工地上上了一宿夜班来的。这啥呀？吃啊，吃菜吧。以前我姨姥年轻的时候，跟我妈在郑州卖咸菜了，是吧？现在都年龄大了，70了，还在韩国干活呢。以前在郑州卖了5年，在朝阳那块卖了10多年，我家呢卖了10多年咸菜。干煸牛肉，铁板牛肉。我家就卖冷面的，尝尝你家冷面好吃。你妈还没先吃。这菜呀、上的比较慢了，饭店人太多了。这冷面里边有块牛肉，有点香菜，有点萝卜丝儿，是吧？咱家那不是炒面吗？可看救星来了。看我妈多善谈啊，喝点小酒。想起以前我妈拿我跟我姐啊，让我俩够想带的。我俩看见我爸回来了，救星来了哦。像我舅都挨揍，让他姐收拾了。我妈小时候打我的时候那真狠了，把那笤帚疙瘩打稀零碎啊。
哎，我就听有声，我装死的那个那个。像咱们都尝试过，跟别人说不懂似的，老舅。嗯。那我得怨你，那打我也挺狠呐。打我呀？啊。我爸也估计尝试过吧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我姨姥今年都70岁了，在郑州卖咸菜的时候打我呀，我姨姥，那打也挺狠呐，拍我后背上。太好了，谁逮着被揍了。我小时候真真淘扔啊！你骗你，我那是撸了，现在晚饭都吃完了啊，吃的挺干净的。前面那对着你的嘞，头一次都不说话，一次吃饭的。我不记仇，你打完我还跟你亲，你知道吗？那以前我上学的时候，给老师欺负笑，他打我的时候都给他气乐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妈也有这时候。妈呀，别打了妈，是吗？你咋不乐呢？啊？乐我也高兴啊。吃好没几位？现在都吃完了，出来算账来了。这老板呢？服务态度太好了，每次来哐哐赠送啥的就不好意思了啊。咱们的。谢谢老板啊。咱们的。嗯，好，我们尝热的。看我妈关心她弟弟呢啊。我小舅，我老舅舅往前走。都打出阴影了还怕你，寻思我妈打他呢啊。现在我们天还又回店里了，给我老舅他们装点冷面。拿回去让他们炒。还有牛肉饼吧，给他们也装点。刚开业的时候，老舅他们家太忙了，营业员给拿，再也没时间，现在也不太忙，把这饼都给装了。啊，一个儿子呀，他挂的老三了，我三个也，他挂的工作了，他工作了嘛，哎，你感觉多心肝胆？我的阿姨也不能那样的。妈，那个米烟菜，这两包都是，给我老舅一包，你们一包。够了没呀？忙那个。忙啥呀？我的厂子边上那个呀，你这一妈那老大个子干的，你我姨姥小时候老稀罕我了啊，没事就揍我。我来送送我老舅他。我谢谢他。啊。多注意身体，姨妈还没。啊，姨妈还没，多注意身体。啊。拜拜老舅，拜拜。嗯。
现在我们又回店里了，准备明天的面剂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